Semi-automatic door divider and rounder. 大家好，我给大家介绍一台我们三十粒的半自动的滚圆机，这是半自动滚圆机，这台是分三十粒的，我们现在给你介绍一下。现在我们先拿面团，这是面团，是刚和好的，这先称一下面团的总克数是多少。1885，就是1885克，大概我们分的面团是除以30，那我们就分62克。 擦面抹点油，然后这个偏圈圆形就行了。然后换机子上，换机子要放到这个卡扣，现在开机，调刻度。 调刻度，现在因为这个面是死面来的，没有发酵过的，我们调62，45，它是分62克，是多点。这是压面，这是分面，这是滚圆。滚的话，我们大概滚个8秒钟就可以了。滚出来面团都是比较光滑的。我们现在称一下刻度，这是62。 这是61，我们称中间的，这是62，63。